我觉得三十一眼球还是最简单的，感觉上是这样。三十一关阵，后面几关都做球哎，一二三。一定要新的系列会比较好过啊，换成个难过的，我跟你讲，比七天地梦魇还难过吧。虽然说七天地梦魇应该不能当指标啦，七天地梦魇就我觉得算普通关卡，可是如果你没有这几对的话，比七天地梦魇还难过吧，我自己觉得啦。苍蝇真的假的？苍蝇怎么阻挡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要做全体攻击。然后不能有小怪，对不对？每回合都要把小怪给打死。哇，那真的手转要快，因为那个只有转出时间持续减少啊。第三关，扣血78，感觉还可以，先把青珠留下来好了。哎哎哎！你们知道吗？我每次都这样，把星珠留下来，全部星珠都不见了，那就问号。问号。哎，怎么办？这个。只好开龙科了，没办法。我四万分了，我看分数，怎样？四万分也太高了吧？四万，眼球跳起来也太难了吧？哎，可是有五个，哎，有五个属性，我先把它那个用过来好了，整理一下版面，水火木。没有梦珠哎，然后火珠、梦珠、星珠、天降木珠有，火珠 ，OK OK OK， 好，就这样，开个爆发，然后把敌方变成木的好了，这样比较 OK， 差点没转好。哇，好险！眼球没有跳也是 OK。第五关，吓死宝宝，吓死宝宝。OK， 没事没事，行。哇，太多了吧？哎，真的好难哦，我无法想象正常队伍要怎么过哎。正常队伍也很难过吧？应该怎么办比较好呢？算了，这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转珠了，还是要转珠啊，就是比较少。哇，过了，这边就开眼球应该就会过了吧，不会过得也太衰了吧。我真的觉得这一队也不太好过哎，转出技术也要不错哎。他血量多少？1300万，应该可以过，轻松过。开眼球就行啦。哦，这么衰，最后停在没有办法消除，但是伤害非常够了。第六关。这什么意思？感觉有点凶哎、欸！
八百多万，我要直接打吗？还是哇，不能消到光珠是不是？那我想开眼球哎，开个眼球好看到 CD。哎呦，弓前盾这队怎么办啊？这队有弓前盾怎么办？我突然想到这些问题。哎呀，这很严重的问题啊！这队有弓前盾怎么办？好像不能过哎，一定要吃一颗对不对？不然就是你龙科要带克制弓前盾的。哎，二七而已。弓前盾怎么办？等一下我真的要死了，这队不能临时啊！嗯，越攻越强。对啊，我是知道吃一颗很好过啊。问题是不吃一颗到底怎么过？这边到底要怎么过？哦，首次攻击的时候会扣99%生命力哦，会将所有星珠风化哦，可以耶，所以我还可以再撑一下。应该还行。哎，星珠太多了，所以不会死耶！这根本就是完全做球嘛，做球之塔。太棒了，做球，最爱做球了，做的无拘无束啊！这个关卡，这个是做球，正当你绝望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自己没有看清楚对敌方的技能。欸，伤害刚好欸，太硬了吧。哇，真的不容易欸，我虽然第一次打就通关，可是现在想起来感觉要通关也是不容易欸。哇，过了，眼球零食。